今天呢，我们到这个养马基地过来，给我们新来的，就是专门负责放马的骑手，来给他选一匹骑马。因为我们那些马都没有训过，所以说他们只跑是没有问题，但是他只是顾着自己跑，不会放马。所以我们现在只能过来选一个本地马当骑马。你选到了没有？要不坐换一个吧。再带个串子。等会带个串子。喂。行了。那是匹公马，我们放的全是母马啊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再挑一下，剩这个马就可惜了。那咋办呀？再挑一下吧，到我们下一个场马场里面再挑一下。行，走。发愁啊，挑了好几天了，没有一个中意的马。走吧。走，英雄配好马嘛，多给他挑几匹。